啊，这个马挺漂亮，还是那个小马驹儿。钻在车缝里干啥？你俩出来。勇哥，这里的马。这小马驹还小吧？肖磊还是个小马驹儿。这个马长得好看吗？近距离看一下，这是个什么马？谁认识？妈妈长得挺漂亮啊，个儿挺高。小马驹儿是一刻也不离开妈妈。36。跟妈妈跟着这么紧。大家认识这是一匹什么马呀？这个母马在吃奶吗？小马驹儿可爱吧？来过来。这是什么马？这小马驹肯定不到一个月。你别去后边，他妈踢呀。吃奶了，这弄起来了。勇哥，你这马能骑吧？能骑吧？哦，大的是大马是20000，小马也是20000。40000块钱一套，这个小马驹肯定是个带品种的，母子俩卖40000，单独卖都是20000。大家说这是一匹什么马呀？脑袋长点。
买了吧，买了吧，买了吧。你干啥？要查吗？干嘛呀？哎哎哎！你干嘛？都坐黄了脖子呢。啊，坐黄了脖子了。前面前面吧。过呀。前面前面吧。坐黄了脖子了。前面前面吧，就是。马渡不了吧？马渡不了，马渡不了，不然再近点。我马渡不了，马渡不了，马渡不了。